郑秀文、梁诺斯这日出席服装品牌酒会，近排许志安就跟朋友去日本旅行， Sammy 做乜不一起去啊？我冇第一，我真的很害怕。香港其实十一二度对我来讲已经是一场苦难，我就觉得好冻，我怕冻得很要紧，何况一个雪地呢？是他不知道有九个人定十个人，他们 全班都滑雪狂魔嚟，咁啊。同埋佢一滑咗之後，佢就好中意咯。咁我成日覺得，嘿，難得有一樣嘢，同埋難得你有啲 sports 係咁中意，同埋嗰樣嘢係令到自己開心，我就其實發所有人我都好鼓勵。你揾到一樣興趣，你自己好中意，你就應該一頭轉進去，繼續去玩，繼續去鑽研咯。因為當中俾到你嘅快樂係嗰啲唔係錢可以換到翻嚟咯。梁諾斯前排都同三個仔仔去咗韓國滑雪。不過他一到步就肺炎，冇得玩啊！陰公，冇喎，佢哋又玩得好開心喎，滑雪滑得好開心喎。有一個好好，另外嗰兩個就唔係好好，麻麻地。最細嗰個係啊，因為最細嗰個佢運動天分係好好嘅，咁佢又啱啱入咗武術隊校隊。所以他在这方面比较有天分多一点。